跟踪你。搞错了吧？最近没啥出门。不是在街上，是在网上。在你的网盘里，我发现了。我觉得我不直说啊，你想要钱还是想要结账？去年十二月，你配了天天圈全一个业务线，在一个重要交易日看到他们损失了将近一个亿，然而之前不足，我就把所有资料发给你。家人报了平安。喂，还给我！报给你妈，跟她讲几句。这边很美，我跟同事玩得很开心。看完《孤注一掷》之后，突然明白定个求救暗号的必要。电影中被控制的潘生看似简单和朋友分享视频，其实借此暗暗传递信息。还好朋友懂他，在他帮助下终于获得解救。这种保命小技巧当然要学，大家连夜开始定暗号，我也要立马找闺蜜定一个，不然真害怕。要开心一点，来来来，同学们上课了。那么六等于多少？六等于多少？谁知道？老师知道。